上刹车其实我蛮压抑，还不错，它不太会摔踹，对，然后它的散热还 OK，然后动态来说，其实它指向性很好，而且车尾跟得上。像那个三号弯下去左弯比较长，然后又带下坡，对，照理说一般都会往外推，对，可是我丢一点速度，方向盘打进去之后，它就会顺顺的再慢慢的拉进来，对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的软是还可以支撑得住的软，所以它会帮你再拉。那只是说它因为车重，然后又车高，对，所以它在左右变换的时候比较迟钝，对，不像之前的车的那种，就是你可以，哦，因为它比较短，对，你可以到点就转。可是这你可能要先放油门，或是点个刹车，等一下，然后再转，那先回来，所以这方面比较吃亏一点。不过直线其实还 OK，对，我觉得它的手自排其实还不错，它不会有太多的限制。那因为很多可能 CVT 或是手自排，它都会有限退档，所以就算你重踩刹车，速度降下来，它还是退不了。对，可是它可以，所以一般进弯我可以退到三档或二档都没问题，所以我不用怕说出弯给油没力。那比较尴尬的是它的档位二三档有点，是落差，对，二档有点太密，然后三档又有点太疏，所以进弯的时候有时候二档又再可能五六千转，对，然后三档可能又拉不出去，所以有时候比较尴尬一点。